我身上有肉啊。我还是要知道怎么放啊。啊，你如果有肉的话，它会给你一个 R，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要是什么，他就没看有你要过放了。叶哦，子来还了。是要放什么，然后过一阵它就会烤好了。它可以放很久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吃应该是没问题啦。我在为我们的食物收集。你再把乌龟砍完。对啊，没办法，我在收集我们的食物啦，很可怜呢。耶，天好呢！我们可以成长了。在想，这一个人存就好了吧？我不知道你存看看，你存应该会有效果。有龟头哎、烤窑。哎、欸，我想要欸！哎，让它好烧像可起以来，存档哎、欸。没办法存啊。可是我存档一，可以啊。可是我这边有存档键啊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存档一。我也不知道哦。打雷了，下雨了，要收衣服喽。那看你要不再做一个这可以干嘛？啊？啊？那什么？罗盘吧？那什么？吸盘啊？吸盘应该是可以拿来装水吧？你看可不可以装？哎、欸，你看。哎、欸，快看！啊？这是新的拿东西的在方哪里式。啊？我离你很远，超远。发明了一个新的拿东西方式，你看啊、哦，看白到？痴啊！是这样吗？嘿，你不觉得这招蛮有用的吗？你看，啊，我只要慢慢走就好啦。别气！干，我是天才哎、欸，麻蛋！我觉得是智商。哎，你是嫉妒我的才能花园可以干嘛？啊？花园哦，可以种植物啊。我刚刚不是有讲了？你刚刚不是还问过这个问题？我不是有讲了？那种什么东东啊？就是你在森林里面啊，有时候有些地方它会有那个植物，有没有？那个植物是可以拿的，那个植物那个什么是可以那个。直接那个可以拿它种子的，啊，你有种子的话，你就可以种植东西。白色，我刚才建东西哦。来，这好像那个什么，赛车场啊？那个雪橇场有没有？来过洞哦，过洞我分哦。没办法，你知道我很不想。我不知原因道。是因为那个地方很难下去啊，因为那个地方其实你推推车是看不到路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还好哎，我刚刚推得很顺啊，但没看到你的没有，这个因为情况我刚下。刚在那边。因为我刚在那边弄很久，但我是一直看不到路，所以我才做那个啊。shit！啊，这怎往么哪开边门？倒啊？啊，这 shit！门我的怎么？木头在上面，真小，我木头掉到山上了。科科，啊这。这个，哦，直接冲进来就可以嘞。它其实就是，怎么讲？直接穿越。不是，它是比较大型的那个存档点。可以看我的精神状态吗？可以啊，你按那个。你按那个 B 键，有调到一个地方可以看你的精神状态。我看到了。还可以用地基，然后用楼梯那些的耶，我现在发现。有啊。对啊，我刚刚不知道啊。
哦，它有长椅可以制作，这根本就是鼓励我们做这些，然后来那边嗨的吧？我要在上面烤东西。哎，你觉得陷阱要做哪边比较好？什么陷阱？死亡陷阱。死亡陷阱哦，你要找入口那个啊，入口区啊，就是我们会经过入口区，就是可以进来的入口区，懂我意思吗？我知道啊，因为我就是想要就是设计让那些怪物他们自己爬过来啊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，但是你觉得这边如何？随便你设，随便你设啊，我在看书。叫。你觉得 OK 就 OK，、哦、但是你要记得跟我讲在哪里，不然我到时候你看得到啊！靠，你说在这边，等一下我树倒下就没了，我跟你讲。啊，你先砍完啊！你现在还没，你现在还没砍完。干啥？你还没砍完？我有些木头掉在上面去了。没关系啊，掉了就掉了。小心哦！啊，没有，它掉了另外一边。我有原木掉在上面啊。那就给他掉吧。重点是你设这边有点奇葩啊，反正就是给他们那个这个其实我不指望他能派能有什么作用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点类似说我们、欸、那个，哎、啊，你不是在彩铃湾那边的，你怎么跑出来拆？啊？我、哦、没有啊，那个什么，那個啊、这个还差一个原木啊，我想把它砍开了。我那边有啊。那边有、啊、那个入口那边有就有啊，好麻烦啊，还要过去。你入口上来就看得到了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。那边有现成的，你不拿，要自己这边砍。很麻烦嘛。你脑残吧，麻烦。我想说，我做这个的地方，用意就是你到时候你下面缺木材，可以直接上来拿。哎、欸，那我来测试看看这个陷阱的效果如何。你继续测试啊！啪啦！哎，效果不错哎、欸。他只能放七根哎、欸。哪一个？你说那个原木那个、喔？对啊。比雪橇的还烂呢、欸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要趴了，我没事。靠，都是这么小。阿仔，阿刚，我跳，可能我下去的位置不对吧？直接跳下去，差点升天。就跟你讲，那边很危险。我刚刚在测试我武器啊，测试很爽啊，然后我就完全不想注意，就直接冲下去了。有个变态，今天，你弟还不是一样，长得一样变态、啊，靠腰干。两个一样变态的在那边，我觉得要多做几个集水器。如果下雨，我也觉得，反正这边刚刚好，就是那个乌龟来的地方嘛，也没差。对啊。哎，抓到一只兔兔了。我可是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。嗯。你刚才修起来。我哪里在？欸、我抓到一只兔子、欸，可是我要知道怎么把它抓出来啊！我脚好像盖歪了、欸，好腰啊！盖歪是怎样、啊？这看，超像盖歪的、欸。那这个兔子要怎么拿起来啊？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啊？他被我砍死了。啊？我把他砍死了。哦，好恶哦！怎样？我砍死一只大蜘蛛，是哦！啊，干！救我！我快死掉了。为什么？哦、我就叫你每次叫你从那两个中间下来就不要。怎么救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小心按到一键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我复活了。我只能拿着你的衣服走，你知道吗？干，不要这样啊！欸、我拿着你的兔头啊！
你有看到那个兔头？刚就掉在你旁边，是白痴吗？看，等，那个把我东西留着啊，我等一下赶回去啊。因为只有衣服而已啊，你是要留什么？我身上的东西都在里面啊。那掉东西吧，把我留着就对了。身上有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，他说什么？找到尸体可以回收包背包里的某些东西啊！哦，看我这边好多野人哦。没有，只有你可以自己拿而已，因为我不能帮你拿，因为我那边我过去那边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我这边还蛮多东西的。我们在那边玩那个什么官人不要你追我跑游戏。我怎么知道？每次跟你讲到那边就有那个标记，就是那边很容易摔死，然后你就不听。我有听啊。可是我就懒啊，我就直接跳下去啊。我说应该那距离不至于啊。然后就倒了。然后就过来白痴。妈蛋！所以你有看到可爱的兔头吗？我丢在营地附近。很可爱哦。我才懒得屌你呢。干，不要这样嘛！我东西盖歪了啦，你脑袋啊、喔？哎、欸，靠腰这是怎样啊？又跟你讲说开歪了，跟你脑袋一样歪、欸，怎么办？这个没救了啦，砍掉重练了。哎、欸，那很多材料哎、欸，里面已经用了一堆石头了、欸。我知道，我在帮你堆啦。里面已经用了44颗哎、欸，你哦，为什么要拿这么可怕的生东西啊？烦呢、欸。又不是我奇怪，你自己要拿的。角色干嘛要拿啦？你按到了，白痴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超高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在爽什么？那个石头突出来的超高。很错啊，我喜欢。有点白痴了。我原本想说他应该正的吧，然后盖歪之后才发现他真的歪，跟你脑袋一样歪。没了，开玩笑，这个是省那个什么省空间最强做法呢，学着点。有好多虫虫哦，差三颗，差三颗。来来来，来吧，要歪给他歪到底。啊，请问怎么点火？好问题，我把你想同款的问题，这应该是要放火堆在里面啊，是吗？我在想啊，我制作一个非常差的武器。什么武器？看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你要那个？我做的啊，你把布跟那个酒混在一起，就会变这个啊。它、啊、什么东西可以跟什么东西合成？你把那个什么随便一样东西放进去里面，然后你会看到那个会有个齿轮图案出现。你把滑鼠用到齿轮图案上面，它就会跟你讲了。你它都不是永久的、啊你。你有没有羽毛？有啊。有你有没有树翼？叶子旁边那个、啊，对，你可以把武器弄上去，然后用树翼加上那个羽毛，可以加快它的速度。像我这样，然后看到我的武器上面都有毛。然后提到攻击要找那个野人，因为打野人的时候喷牙齿，他牙齿可以提高攻击力。放树叶有好处吗？树叶可以把它黏住啊。要用多少？你用几根羽毛就用几个树叶吧，我觉得。我是这样子啊。啊、反正就是用到它没有作用的时候，我再把它拿开啊。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